用便利袋种植草莓，你肯定没见过。今天我就把这个种植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准备一些便利袋，用剪刀在袋子四周剪些小洞，将袋子穿到竹棍架子上，调制一些种草莓所需的营养土，把营养土装入袋子，把培育好的草莓苗连土带根的移植到袋子里，种好后再浇些水即可。两个月过后，草莓苗已陆续开花结果了。在此期间需定期追肥浇水，可以用些有机肥或复合肥，家里的鸡蛋壳也可以弄碎后加土里当肥料。四个月过后就可以陆续收获草莓了。在家种植草莓还是比较简单的，用花盆或其他容器种在阳台小院阳光充足的位置，平时只需晒晒太阳浇浇水，偶尔追些肥，其余时间就等草莓自然生长成熟即可。现在正是种草莓的好时候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。